你以为做美甲是给男生看的吗？ No， 是为了显白、藏污纳垢、调整甲型的。指甲再脏，做完美甲就看不到了。做美甲前至处理推死皮、剪死皮、修形、抛磨甲面一样都不能少哦。今天修的是方形，两侧垂直往里修，指尖平着修，一个简单方形就修出来了。抛磨好，用清洁棉片清洁整甲灰尘和油脂。想要指甲做出来牢固持久，先涂一层防翘剂，有平衡甲面油脂防脱防翘的，这个不需要照灯自然风干。风干以后整甲涂底胶，整甲涂完处理，涂到边上的再照灯，照干以后涂颜色胶。今天做的是一款适合黑黄皮的车厘子显白款，小、无、重、大手指全涂车厘子色，三遍颜色饱和。食指用的自带底色的万能晶石猫眼做跳色，猫眼涂好，用磁铁吸出光，最后加固封层完成。新手小白也能做哦。追定，后背着对又黑，算计。